张荣荣今天下午出席活动，气色看起来相当不错。只是在前几天，似乎是因为行程过于紧凑，累出病来，紧急取消了行程。毕竟包含《鬼才知道》《爱情城市》，他8月在两岸就有三部电影嘎在一起，又得勤跑宣传，因此身体挂病号了。他今天也回应了这件事，是真的行程很赶，因为我从7月中开始一直宣传到。本来是要到9月初，但我真的到8月底的时候受不了，身体实在是支撑不住，所以我就是感冒发烧，烧到38.5度以上，所以没有办法参与宣传，然后也觉得很可惜啦，因为其实就最后2-3场宣传。真的很想要跟大家在一起。张荣荣说真的很想要大家在一起，很希望票房之后冲起来还有机会跟大家见面，不过也还好身体经过休养顺利康复，粉丝们终于能松一口气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